一个朋友，我到县城来接他，跟他见个面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海，今天来了一个蛇子的朋友。好暖。今天真的，天天在微信、抖音上看，见到真人了。好，有兄弟啊。你一个人滑不滑？啊，能滑不滑？感觉从广东下来的时候就有点滑。嗯，对。对啊，等一会儿，马上就走，马上就走了，吃饭。嗯，走，直接直奔主题。走，先吃饭啊，我们到那吃饭地方再说。啊，车那有停车地方，就在这儿。来了，咱们先去吃饭吧，咱们边吃边聊。嗯，我看看将军过来。我来看将军，骑一下呗。看啥呢？骑光背我不敢骑啊！啊，马鞍子下来了，哎，我把马鞍背上啊！赶紧把手给。现在给将军把这个马鞍背上。这两道是吧？一般吊羊的时候两道结实一点，要不然你正拉羊的时候，不带断掉的也不行，你断的多。笑不笑？我天！嗯。年轻啊，在赛龙的时候飞的那样骑的跑，骑的跑啊。嗯，对，现在这个马骑的话，肯定至少跟他熟悉个，对，半天。嗯，熟悉，好好的跟他熟悉一下。嗯，知道你咋回事了，他。这。嗯。这。你们那边玩马的人多不多？多。多。都是经济条件非常好那种才玩马，就是必须要有场地嘛，是吧？对，在城市里养马也不好养，嗯，必须要有场地。穿长玩马的人也多。嗯，现在我们把它骑到外面去转地，跑一跑。你看你一跑，这马的精神都好了。啊，来你骑，再啊，看你骑。啊，还给大家来一段马术表演啊！哇！攒劲，攒劲！害怕了，还是害怕、啊。这个马太大了，我操！骑起来，我操！感觉高高的啊！完了后他一兴奋跑起来，我估计我弄不住他。那就上吧，不要犹豫，这样子，我能带着你啊，抱着鞍子。凳子太短了。哎，你上马，不管上啥马，不要犹豫，一下就上。慢点，拉缰绳一定要拉住。就那个叉子一定要拉紧。不要跑，跑你拉不住。不要跑。拉，使劲拉。在这边来还要看一只羊，还要买一只羊带回去吃。正好我们这边，羊还在外面吃草。我们现在到这个羊群里面去。挑一只羊，